其实它的功能性是很强的，然后在不管是功能性的研发或是外勤的研发都非常的用心，比方说刚刚你提到的光动能是一个非常环保，我自己很注重的一个东西，很环保又实用的一个功能，对，然后非常的轻巧，就是钛金属的表面，所以让我们觉得哎，戴起来日常生活或是上班或者是出席任何场合，虽然呢我们有时间的压力，但是我们没有时间的这个沉重，是非常的轻盈的感觉，讲的实在是太